集的快閃去爬石繼續留在澳洲。好開心，今次有兩個新朋友陪我去了 Brisbane 一間連鎖式的室內攀石場。揀呢間分店純粹因為它可以在我住的地方一條大直路咁踩 scooter 過去。我覺得我會撲街。呢個就是 Urban Climb New Start。 Urban Climb 在 Brisbane 有三間分店，一張 Day Pass 是$23，一個 Day Pass 就可以玩完三個分店的了。它三間分店的距離都很近，由我這間去另外那兩間搭大概半個鐘巴士就到，所以一日去完都不是沒可能的，只要你還有力的話。其实又不用那么扯的，它有一个 first timer promotion 都挺特别的，就是在你 first visit 之后的两个星期都是不用先进去玩的，是不是很吸引呢？而它位于 West End 那间分店还有长线玩添，所以你记得带 Harness 去啊。要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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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ew Start 呢间就有两个 area 嘅，呢边咧就冇冷气，头先嗰边有冷气咯。Grading 咧都系用唔同颜色嘅 hole 去区分，我就觉得佢今期啲线比较暴力，所以好快我就收咗皮啦。睇到好闷呢，咁就睇下我两个朋友啦。呢个咧就玩过下攀石嘅，佢第一次玩噶咋，就俾我呃咗嚟呢度啦。见佢哋经验唔多，都玩得咁开心，证明呢度俾人都啱玩啦。你都嚟试下。你估下下次我会去边呢？